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脸猫猫姐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。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亚马逊卖家都知道 review 很重要，一般情况下买家给予商品的留评率非常低，但是亚马逊买家在购买商品之前都会先研究 review， 之后再决定是否购买该产品。这也是为何绝大多数卖家对 review 极其重视的原因。 Top reviewer 是什么？出现的目的是什么？ Top reviewer 是 reviewer 群体中信用度、评论专业性和客观性都极其高的 reviewer。 这里所说的 reviewer 群体和普通的买家 reviewer 不同，他们是卖家用户寄送样品，通过使用过后给予真实产品的 review，这是亚马逊认可的行为。在 Top Reviewer 之中又有等级之分，亚马逊会进行排名规则，给予这些 Top Reviewer 排名权重，权重的排名所对应的 Top Reviewer 所发表的 Review 对一般买家来说说服力更强大。亚马逊卖家如何获取 Top Reviewer？